again, Miami, 3-2 on the road, a half game back of the top spot in the East. 各位好，我是 Daryl。NBA 2019-20 球季正热闹开打，我今年和前旅美篮球选手庄宗勋空中连线，为大家分析我们最爱的洛杉矶湖人队状况，不知道各位是否喜欢？今年湖人打出令人相当满意的成绩，拥有 LeBron James 和 Anthony Davis 的洛杉矶湖人队，无疑是 NBA 现在最好的球队之一，甚至可能是第一。至少反映在防守上，在上周五的比赛，他们用成绩证明，透过防守完全可以击败迈阿密热火队。湖人队打完四节，将攻击火力旺盛的热火队压在80分。下半场呢，更只能拿到34分。你可要知道，在上周五以前，迈阿密这一支劲旅平均得分在联盟排名第八，投篮命中率排名第三，三分球的命中率排名第一。碰到洛杉矶湖人队之后，平均得分下降到第14名，投篮命中率降到第11名，三分命中率现在下降到第4名。你也许会说，湖人队除了两大巨星之外，乏善可陈。因为他们这一场总共只拿到95分，打平他们本季最低的得分。但是在球队获胜之后，总教练 Frank Vogel 说，只要湖人队不要让另一支球队得分，自家阵容其实拿多少分都没关系。他在接受访问时说，如果你有出色的防守，那么进攻就没那么大的压力。想想看，上周五赛事的下半场，湖人团队防守把热火压到只拿到34分，这可是6-2的球队哦。可以想见，本季初总教练放话要打造一支防守的钢铁雄狮一点都不假，至少这一场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总教练在记者会上说，湖人分析员发送一份报告过来，里面提到整个赛事中湖人对热火的 88% 的投篮都给予了干扰。对于教练团来说，那些没在得分的人却在防守端有非常出色的付出，这些数据可能是你在转播中看不到的精华。湖人大当家 James 他接受访问时也强调，那就是湖人队的现况，这就是整年的计划，湖人要在比赛中一直这样做。今年不期待拥有80胜，但希望能捍卫每一场的比赛，并使对战的队伍进攻更为艰难，务必将比分保持在平均值下。上周五，湖人队又对热火队做了一次成功的示范。这场比赛有贡献三个火锅的 Anthony Davis 说，赛前就知道热火队很喜欢丢三分球，他们阵容里很多人可以快速跳投。最终湖人队发挥了防守拿下这场比赛，当他们进入禁区时，我们确保对所有人都进行干扰，接管整个比赛，同时湖人将热火三分外线的命中率压到只有 17%。 湖人真的是一个好球队，至少在目前来看，无论从比赛节奏到内容都是这样的结果。不单是球迷，连总教练自己也感到压抑。他说他相信湖人队在防守上会成为一支很优秀的队伍，但是没想到魔鬼会这么快，在季初就进入了状况，变成一只钢铁雄狮。Vogel 说，教练组有丰富的经验，知道如何以正确方式建立有用的系统，而且今年的阵容揽落了很多的大量防守人才。我们都不知道这波连胜还能维持多久。身为球迷的我当然希望是越久越好，我们继续观察下去吧。若你喜欢我和庄东勋的篮球吧，请务必多多分享出去，别忘了按赞来支持我们。我过去在 NBA 现场有多年的采访经验，很高兴现在透过这个社交平台和大家聊篮球吧。你的按赞分享是我们持续的动力，谢谢。